以及毕业班老师黄立秋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叶盈君老师、庄嘉玲老师、王祖武老师，带领我们今天的主角毕业生进场。在校生及现场来宾，请鼓掌。再来继续鼓掌，那我报数。六月是离别的季节，也是祝福的季节。今天我们以热忱喜悦的心情来恭贺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完成基础课程，即将踏上人生的另一个求学阶段。台南市安南区青草国民小学小学部第33届妇幼第21届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请各位来宾家长也起立，主席就位，唱国歌。毕业证书，学生邱俊彦，1990年9月26日生，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给予毕业证书。此证，台南市安南区青草国民小学校长耿玉文，中华民国103年。6月30日。
生，坐下。幼儿园毕业生代表陈庭宇小朋友，请出列。恭请校长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陈庭宇小朋友，民国1997年3月26日生，在本园毕业，特颁此证书，以资证明中华民国103年6月30日。敬爱的校长、老师、各位家长及各位同学，大家好。首先恭喜各位同学毕业，完成第一阶段的国民教育，取得人生中第一张的毕业证书。希望你们带着老师传授的知识、同学之间的友谊和6年校园的美好回忆，迎向下一个阶段的学习，继续充实自己。进入国中，就代表各位同学从儿童蜕变为青少年，青少年，这是一趟全新的旅程。未来的3年也是12年国教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你们会体验不同的课程，探索更丰富的知识，也会结交新的朋友，接触新的事物。对于未来，各位同学一定要告诉自己，不畏艰难，不怕挑战，就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迎向美好的前程。也请家长们给孩子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让孩子快乐的学习，适性的发展。市长相信每一位同学都有无限的潜力，也相信你们都能够从学习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很多人都看过《卡罗》这部电影，它描述83年前的台湾，一支默默无闻的棒球队如何在最艰困的环境中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这部电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它告诉我们只要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团结所有人的力量，天下没有不能够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完成梦想。我期待各位同学都能够保有卡罗的精神，在未来大胆追逐自己的梦想，并且永不放弃。我们都知道学校的学习非常重要，但市长认为家庭是形塑人格的另外一个场域，因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样重要。市长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要懂得感恩跟惜福，时时体会父母长辈对我们的照顾和养育的辛劳，例行孝道，重新做起，让每一个家庭都充满爱与关怀，让社会充满祥和。例行孝道并不困难，市长要举两个例子，新化高工的陈新辉同学和善化国中陈超伟同学，他们都是从小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被生命的困境所打倒，反而加倍努力用功读书，同时也会分担家事，照顾生病的家人，体贴家中大人的辛劳，保持乐观勇敢，展现不凡的生命力，因此得到了总统教育奖的肯定。市长希望以这两位同学的故事来勉励生活在贫顺家庭的同学们，更应该要知福惜福，照顾自己，也要孝顺父母。市长期待每一位台南培养出来的孩子，不但成绩优异，更能够品性优良，懂得谦卑跟感恩，拥有一颗孝顺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最后，真的要感谢校长和老师们对孩子孜孜不倦的付出，让他们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也恭喜家长，孩子毕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今天的毕业典礼不是结束，而是人生另外一个起点。
祝福全体毕业生鸿成万里，前程似锦。谢谢大家。主席致辞。现在我们掌声欢迎校长为大家勉励。各位到场的嘉宾，还有本校的毕业生，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本校的同仁，大家晚安。校长晚安。校长在这里先恭喜本校的小学部15位的毕业生，及幼儿园7位的毕业生，在我们学校完成一个求学一个第一个阶段。那今天的主角是各位的毕业生，校长已经在早上预约的时候都跟各位小朋友交代过了。那所以今天主角是你们，所以早上已经把要讲的话都告诉你们了。那在这里，校长再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要存感恩的心。今天虽然是一个学习阶段的一个毕业，可是面对未来的旅程，小朋友心中一定要存感恩的心。所以在今天的毕业典礼，虽然是你们毕业典礼，但小朋友在毕业典礼完，要对你的老师、你的家长、你带你的长大一些亲人，都要表示你的感恩的心情。那因为今天是你们是主角，校长早上已经叮咛过了，所以最后只送给你们3句话，就是肯定自己，超越自己，迈向未来。早上校长跟您交代过，一切掌握在小朋友自己的手中，未来的成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环境。所以所有的毕业生，请记住校长交代这3句话：肯定自己，超越自己，迈向未来。未来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最后，校长在这里祝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官来宾，那很感谢各位来宾，尤其在晚上都拨空到本校来参加本校的毕业典礼哦。那在这里先代表新岛国小先谢谢这些来宾哦。那我现在一一介绍参加的贵宾，黄伟哲立法委员的助理黄文杰，黄助理好。再就是陈盈飞立法委员，联合服务处主任张文雄，张主任。张主任。那就是郭信良副议长，服务处主任李东森，李主任。李主任好。那就是市议员王景德，服务处秘书吴文祥，吴秘书。再就是显公国小魏万呢，魏校长。在南京国小潘秀拉，潘校长。再来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理事长杨朝清理事长。杨理事长好。那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监事，也就是安电国小家长会会长王林华，王会长。王会长好。再来也是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监事长黄武清，黄监事长。再来是台南市也是家长联合会的理事吴国珍，吴理事。吴理事好。吴理事私交跟我很好，他也是贤美国小的家长会会长哈。他在校长在贤美国小期间，对校长的帮忙是十分的大哈，谢谢他。再来土城高中学务主任廖清飞，廖主任。再来土城国小施玉鹏，施校长。施校长好。再来南京国小潘秀达，潘校长，我介绍过了，不好意思。再来三股国小校长陈一智，陈校长。陈校长。可能小朋友比较不熟悉三股国小，他是跟我们中文系的对岸啊，中文系对岸。那陈校长跟我在83年就认识，而且一直是同事。83年哈，
阿根我真的是从83认识到这里快20年了啊、哦。那在大概中间只有几年的时间没有共事啊、哦，那我们两个都是长期是好朋友啊、哦。再来是圣母庙土城路，我们圣母庙人事组组长郭正南哥组长。郭组长好。再来长安国小郑国斌郑校长。郑校长从84年就跟我认识了啊，当了4年。那他也是校长当校长时候的辅导校长啊，在去年是辅导校长。好，我们再感谢他。在安庆国小校长黄俊杰黄校长。黄校长。再来是镇海国小魏文南魏文南魏校长。魏校长。再来就是国外国小庄永如庄组长。小朋友五年级小朋友可以稍微认识他，庄组长今年8月1号要到青草国小任职啊，庄组长。再来是和顺国小柯喜慧柯校长。柯校长好。再来介绍我们阿南区哦，这个最近的哦，阿南区校长、家长会长、联谊会的理事长黄全佑，黄理事长。黄理事长好。好，那如果有漏的话，真的很抱歉啊，等一下会再一一为各位来宾介绍哦。所以校长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今天莅临的贵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指导长官及来宾致辞。我们先欢迎杨朝勤杨理事长为我们致辞。杰斯的校长，各位前辈，各位优秀的同学，大家好。分享毕业的成果与喜悦，我要祝福毕业的同学心想事成。青草国小永远与你们同在，青草国小赞赞赞！谢谢各位。那我们再请一位曾经非立陶宛服务处的主任张文雄张主任。曾经非立陶宛在校长在大港国小的时候就很熟悉，那时候他还是市议员啊、哦。我们几个大港国小的出来的都跟曾经非曾立陶宛很熟悉啊、哦，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的表现。谢谢耿校长哈，那我们家长会林会长哈。我们杨理事长所率领的家长联合会的团队哈，我们监事长哈，那个吴兴兄，阿兰郭新良副议长李主任哈，阿兰黄景德议员哈，阿兰吴秘书哈，阿兰黄伟哲阿立委代表，阿姐姐那里有效的校长哈，阿兰黄全佑黄理事长，阿各位青草国小的老师，各位毕业生，各位家长，大家晚安，大家好，谢谢哈。啊，很高兴可以代表立陶宛陈廷辉，还有他妹妹陈怡珍议员哈，啊，跟大家祝贺哈。那我想就刚刚我们看到市长哈的贺词哈，已经都讲了很多哈。我相信还有老师校长也跟我们耳提面命很多哈。那最重要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给他实现了哈。啊，这些讲的这些好的这些理念哈，灌注在日常或是学习的这个行动之中啊，才是最重要的哈。那所以在这边就代表。陈廷辉立委、陈怡珍议员，祝我们各位毕业生啊，鹏程万里哈，迈入另外一个学习的阶段，啊，都能够很顺利哈，将来都能够有所发展哈。啊，面对12年国教嘛，大家都真欢乐啦哈。啊，但是吼，咱老师哈，有咱做者咱民意代表哈，都会来协助啦。那说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哦，还要再改正的地方哦，随时欢迎我们家长、老师来给我们指教。
共同来努力啊，希望未来的教育是更适合我们各位同学啊，有竞争力，那也是很公平的，能够发展的哈。那最后祝我们今天毕业典礼满成功啊，各位家长、家庭美满，各位老师教育顺利快，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祝福大家，谢谢。好，谢谢张主任哦，我们来宾都蛮客气的哦。那跟各位来宾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本校的毕业典礼是比较温馨的，比较温馨。那等一下节目也很温馨。那今年的毕业班老师又有一个很新的创意，可能等一下贵宾或者爸爸妈妈可以在后面看一下我们的展示，那叫每一个小朋友的回忆宝盒。他将来一到六年级所有的他认为最值得展示出来的，不论是奖状或者是他的一些宝物，用他自己成立的方式做成一个宝盒，都陈列在后面，那让小朋友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回顾，这是今年我们毕业典礼的一个特色哈。那所以说会后如果有来宾可以参观一下，每一个小朋友，我们小朋友就15位，那做出来的每一个都不一样，那都是他6年来最珍藏的一个珍贵的回忆啊，回忆。好，谢谢。家长会长致辞，现在我们掌声欢迎严福生会长为大家勉励。各位长官、来宾、各位家长、各位清早国小的校长、老师及毕业生们，大家好。会长。今天是清早国小及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日子。经过多年的努力，你们即将迈向人生另一个阶段。在此会长祝福各位鹏程万里，幸福顺利，将来为清朝国小争光。另外感谢各位到场的嘉宾及家长，清朝国小有你们的肯定与努力，一定会更茁壮，也请各位继续支持清朝国小，谢谢。谢谢会长。陶笛表演由陶笛社团带来宫崎骏电影《神隐少女》配乐，无论如何，通过优美动人旋律，对6年级毕业生献上深深祝福。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智慧、才德兼备的气质，期盼五年级同学能发挥潜能，留下属于自己的足迹。同时，我们也祝福六年级的学长学姐一帆风顺、腾程万里。颁发市长优学奖、市长艺术奖，得奖的是国小部毕业生邱俊彦同学、陈冠宇同学，请出列。那我们这个奖，我们麻烦杨朝兴杨理事长帮我们颁这个奖。我们的奖项，我可能都会请所有的来宾帮我们一一颁奖，因为今天是贵宾，小孩子也会很高兴哦。
贡献地方，回馈社会。那也在这边哈，相信讲咱每一位家长看到咱今仔日，咱每一位哈，啊，咱家己心肝宝贝，会当讲安尼，在这个啊基础教育能够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之外，那么也是哈，大家哈拢期待咱的每一位啊，咱的宝贝，当安尼未来啊，这个啊过程中。但都学习的过程，甚至长大成长的过程，都能够啊更加的一个顺利。那么也在这边啊，祝福各位在未来十二年国教这个多元教育的一方面，在必须的方面哈、啊，大家都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甚至这个是加分哦。所以还是一样，由于今嘛哈都多才多艺了哈。安南区的学校虽然哈，我安南区较真卡，但是哦，老师咧教过吼，拢是无微不至，而且一个老师才教过几个囡仔尔，所以哈都能够面面俱到，这也是哈我们所期待的哈非常优质的一个教育环境。那么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哈的未来还是一样都是最棒的。那祝福现场的各位家长啊，各位贵宾都能够顺心平安，谢谢。谢谢议员。好，谢谢黄议员的给我们勉励啊。颁发副议长奖，得奖的是小学部毕业生黄柔涵同学，请出列。那这个奖堂副议长吴淑仪主任为我们颁这个奖项。请出列。那这个奖项麻烦陈一生立法委员张主任为我颁这个奖，谢谢。谢希君同学，邱真琪同学。
请柯政委同学代表领奖，请出列。那这个奖项由我们学校最辛苦的毕业班导师黄立秋黄老师，我们颁这个奖。其实毕业班最辛苦的其实是导师哈，也是这一年来真的是很辛苦。好，谢谢立秋老师。最舍不得毕业班的也是我们立秋老师。这个奖要麻烦马兰国小郑国斌副校长颁这个奖，谢谢。最近的学校就是土城国小，青岛国小本来也是土城国小的分校啊，分校。好，谢谢施校长。学校愿景的奖项分别是竞争力奖、学习新奖、关怀情奖，希望毕业生永远记得这三个愿景。颁发卫校争光奖，得奖的是小学部毕业生邱真琪同学、郭时勋同学、邱俊彦同学、柯政委同学、谢希君同学、王俊昌同学、陈冠宇同学、郭子琪同学、黄柔涵同学、邱义杰同学，请邱真琪同学、郭时勋同学代表领奖，请出列。那这个奖项麻烦请郭国小魏万南魏校长为我们颁这个奖。
请陈国成同学、谢希君同学代表领奖，请出列。那我们这个奖项麻烦主持人为我们送一下，我们郭组长为我们颁这个奖，谢谢。Thank you.
每个小朋友都是大丰收。颁发郭万山郭先栋先生奖助学金，得奖的是小学部毕业生邱俊彦同学、郭子琪同学、陈冠宇同学、黄罗涵同学、郭嘉桦同学，请出列。那这个奖项，我们有请安南区校长、家长会长联谊会理事长黄群佑黄理事长帮我们颁这奖项。毕业了，我是在毕业，我就要毕业了。
谢幼儿园老师为我们制作这么珍贵的影片。接下来，幼儿园师长致叮咛词，我们请叶玉君老师、王竹鲁老师、庄家庭老师为幼儿园毕业生致叮咛词。同学郭宇轩同学代表在
满满的祝福，让我们再诚挚的说声珍重再见。在下孙代表刘宇翔、郭宇轩，谢谢他们。那再补充介绍一位贵宾，就我们安南区的大家长，安南区严区长，好，严区长，我们谢谢他。那区长跟严一起去，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严区长，区长是我们安南区的大家长。好，谢谢葛校长，我们校长会的文会长，啊，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毕业班的同学、各位在校生，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首先还是要恭喜各位毕业生哈，顺利完成我们小学六年，还有我们幼稚园的这个学业。那其次一定要是感谢校长，感谢我们的师长，尤其是我们的家长，这几年对我们各位同学的教导照顾。让我们可以安心的上学。那区长总是会把一些我过去回想到以前的经验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区长小时候是一个坏学生，不喜欢念书。那我爸爸很喜欢打我因为我很壮，所以那个棍子特别粗但是现在我的家长都比较不会体罚小孩子。那过去因为我们比较农村社会，四处乱跑台语讲江南古的安尼吼，四界有乱撞，就是唔读册。那以前因为生活比较贫苦啦，资源比较缺乏，不像现在的环境那么充分，所以家长都希望学生把书读好。他就会有所成就以前是这样子，你只要念书念好，那你就会很有收获，那是绝对。但是像到现在竞争那么激烈即使你把书念好还不够呢，博学多闻还少了多才多艺还要有很多的技艺才能在这个社会上跟人家竞争所以变成现在的学生，他念书之外还要学很多的东西，但是这样子对自己也比较好。区长也喜欢学很多东西对很多东西都很有兴趣。不过这样讲起来好像很笼统讲实在一点书是基本的那健康是最重要的，那学习是无止境的你的身体的构造如果是健全的话，上天都赋予我们很多潜能在你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是你可以当厨师，可以当音乐家，可以当运动家可以研究很多东西，但是这个潜能需要透过去学习才能发挥出来比如说现在在世界杯的足球赛各位不知道会不会踢足球有的人说不会了，没有练习没有兴趣连足球长得怎样还是规则也不知道，所以你如果说透过学习去运动，慢慢你就会很熟练这个踢足球可能慢慢就会让足球踢得很好，甚至当成你的专长。所以你没有把学习放在足球上，你这个潜能就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习，让你的潜能一定发挥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才华。所以区长鼓励各位一定要充分的学习，那学习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很难突破呢。那我要举一个例学习英文好了26个字母很简单从 AA 念到 G 很简单，那它组合起来变成单字然后单字再组合单词变成一个句子然后相对的句子又变成文法，那越来越复杂就停顿了。那这个瓶颈你如果不突破，突破就是可以进阶
这个是很关键的。那这个关键时期，你如果放弃的话，那你就磨才刚；那你如果突破的话，哎，就更上一层了。那这个重点啊，在把你那个困难点啊，一一的解除。不懂得就问人家，那这个怎么样？一一的把它拔掉，那你的瓶颈就突破了。啊，用这个例子啊，让你的学习啊更加有这个啊良好的啊观念跟方法，那就会变成很简单。那你事情很简单以后，你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会那么复杂。所以啊，学习有瓶颈，那上天赋予每个人啊都有一样的潜能，所以你要透过学习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这样你一定能成功。记住局长这些话，因为这是我毕生啊这样想过来的一些经验啊，那能累积这些经验啊，也是从痛苦之中得来，所以希望啊跟各位同学分享。那祝福今天的啊典礼圆满成功，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局长的勉励。好，谢谢局长的勉励啊，真的是很宝贵的经验啊。那希望今天的十位毕业生啊，还有在校生都能永远记住我们区长的勉励。好，谢谢。来，我们重头戏到了哈。来，燕子手帕没有准备好。好，我们播放601小草点滴影片。都是不公平，人生偏执，影响我的
老师的十五样礼物。我们请毕业班导师黄立秋老师带领六年级毕业生上台，请立秋老师跟六年级的毕业生上台。来，掌声。毕业典礼会不会哭？好，那我现在呢，就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亲爱的孩子们，我不一直，因为刚刚在台下，他们就一直说没好啊，没好啊，所以呢，我让他们酝酿一下情绪。好，亲爱的孩子们，我不一定会流泪，但我的不舍不会因此减少。亲爱的孩子们，我不一定会流泪，但绝对会感伤。虽然只教你们一年，但我的手机里满满是你们的照片，回忆的多寡比时间的长短有意义。亲爱的孩子们，我不一定会流泪，不会说鸡皮疙瘩的话，不会十八相送，因为我想为你做的，想对你说的，都已经在平时全心全意付出了。亲爱的孩子们，知道我希望你们有自信，所以你努力摆脱羞怯，在该表现的时候尽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看着观众，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事情，但他们做到。知道我希望你们思考，所以你努力摆脱胆小，在该发言的时候尽最大的能耐表达自己的想法。谢谢你们默默地把老师的叮咛听进去，并且勇敢地改变。以后的路还会有很多不同的人出现在你身边，他们能陪伴你，但路终究是要自己走的。期盼你带着这份纯真善良，再加些勇气与创意，丰富人生，让自己的路充满值得珍藏的点点滴滴。好，那这感性的部分到此为止哈。那接下来呢，老师呢？谢谢校长。好，那老师从校长手上接的呢，就是我要为你们准备的十五样礼物。那等一下，每个孩子都有一首主题曲。好，那听到这个主题曲的时候，请你猜一猜，这是哪个小朋友？这个像兜兜龙的呢，就是我们的政委。是因为我们政委呢是个很温暖哈，然后像兜兜龙一样的那个很温暖的暖男啊，时代新好男人。什么都好，给人很安心的感觉。好，那唯一只有一点哈，那只要他呢在变得更好呢，就是完美无缺的人了。哪一点呢？就是哈，就是字要写好哈。所以老师送你一支超大铅笔哈，回去好好的练习，把字练好就完美无缺了。送你这个，来苍蝇拍，对，这个
笑就大声笑，你刚刚看影片那个在底下啊笑得很忘我的就是他哈，那
每次签名在底下都画一个飞碟啊，自称外星人，他觉得地球人都不了解他哈、啊，那所以呢，他就常常呢会觉得，哎呀，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哈、啊。那事实上他非常有幽默感，你要仔细听他说的话哈、啊。那因为他觉得地球人都不够了解他，所以他常常在神游哈、啊。那老师送你这个。啊、就是要把自己摇醒、啊、因为他常常是睡着的状态嘛，要把自己摇醒，啊，要专心听别人说话，啊，总有一天你会了解地球人在说什么。啊，来，恭喜你毕业哦！事情，好，那他呢？上一次绑了头
学校哈，那这边绑了两根辫子哈，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漂亮，整个人就是很闪亮哈，所以呢，老师呢送你一把梳子哈，希望你呢哎再好好的打扮自己啊，然后让自己变得这么的闪亮哈，好，恭喜你毕业喽。的魅力，但是他都很谦虚啊，不好意思自称皇子。好，那今天呢，老师就为你加冕一下。找了很久才找到的哈，来皇冠一顶。然后有什么想法也会提出来哈，那我觉得他越来越认真负责哈，不过呢还是要再加强一下自信跟独立性哈，所以呢老师送你这支啦哈，等等哈，不求人哈，以后呢什么事都靠自己啊，不要求别人，我们要独立一点好不好？好，恭喜你毕业咯。是很善良的，然后也很敏感的哈、哦。那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只是有时候呢会用比较夸张的方式，所以呢，哎，同学有时候可能会不了解，那他就会比较沮丧一点哈、哦。那所以呢，老师要送你这支啊哈，来打气筒啊、哦。如果呢沮丧的时候呢，就好好给自己打气，然后想办法把你的优点表现出来，让大家更明白你。哦，好，恭喜你毕业喽。感谢各位师长们的照顾哈、哦，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我的毕业生呢，他们呢要向我们的全校师长们尽一些心意，那请全校老师，哦，谢谢你，哦，谢谢，我高兴的要飞上天了。休息了就要一直教我们。
来表达对了。
老师辛劳教导的歉意与谢意。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毕业生带来别具精彩的感恩秀。就要说。
协助恢复场地，谢谢大家的合作。